如果有医学常识的，或者说有专业的医学的专业的训练，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去看病的时候，那个医生除了听你把你的这个病状跟他说的时候，这个医生呢，他通常呢要做一个很简单的手术，我们叫 vital signs 啊，他就能够借着这几个 vital signs 马上就可以看了解你现在的状况是啥。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要听你的心跳啊，正常人的心跳是72下啊，这个运动员呢可能到低过50啊，不过普通人低过60，你马上你要特别注意了。那如果说稍微运动了一下，心跳可能到了90或者100，甚至于可以到了140多下，如果你是做很 vigorous 的那个 exercise。所以呢，心跳是第一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个的血压，血压的正常人是120，上压下压是80，这是最正常的。这个，但是呢，普通的人，比方说好像上了年纪的话，血压就会高一点，特别是你如果说喜欢吃盐呢，或者那一类的东西，血压又会高一点，我想139还是可以接受，一到了140就不行了，你马上就要吃那个 Lisinopril 或者是其他的。另外一个就是血糖，血糖呢就比较困难一点，血糖呢可能要去抽个血，但是现在有一些小小的机器蛮方便的，就这么一扎5秒钟它就会告诉你，正常人应该是110以下，但是呢美国呢120能够接受的，但是如果你血糖到了150的话，你要吃一个药叫 metformin。 这三个呢是最普遍的，就是说你怎么去测试一个人的健康，我们叫这个水平。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想给一个东西你们看，然后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看过这个东西。有谁知道这是什么？这叫什么？这是个尺，我们叫软尺。软尺是干啥呢？软尺呢是要来量的，量身量的，量你的手多长啊，颈脖多长啊，腰多长啊。我这个腰可能是48吧。这是个软尺，它是量人的身量的，然后那我在开始的时候呢，我给一个问题，我待会会给你们解答。请问一个教会，你怎么去测试？你怎么去量度？你怎么知道一个教会是合乎神心意的？这个我先卖个关子，因为今天的讲道呢，就是怎么知道一个教会的健康。犹太人的会堂，10个人就可以开会，10个男人就可以聚集，他就可以开会。教会呢？教会要几个人才可以开会？马太福音18:20，耶稣基督说：“只要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的，我就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呢，教会呢两三个人。只要你是奉主名的，所以啊，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指标呢？我想除了人数以外，教会呢也要看他的我们所说的属灵的这个气氛。一个教会除了人数的多寡，你要看他一个属灵的气氛。我选教会呢，我有几个的这个准则的。第一，我要看讲坛。讲坛是否讲神的话还是讲人的话。第二，我会看他的祷告会，我要看看他们是怎么去做神的工作的，是靠自己的能力的经验呢，还是靠圣灵的能力。第三，我要看这个团契有的时候我们去了一个教会他可能他不接纳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这种，他不接纳你。如果我到了一个教会，这个团契不接纳我的，我为什么还要在那儿？所以我要看这个团契的温馨，对我个人的接纳。第四，我要看看这个教会有没有机会给我去服侍，我可以参与的，各方面可以把我的属灵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而最后一个呢，我会看这个教会他们会不会去做传福音的工作。
这是我衡量一个教会我个人的一个指标，第一看听讲坛，第二看他们的祷告，第三看他们的这个团契温不温馨，接不接纳我，第四看教会给不给我有机会去服侍，第五我要看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那教会的定义怎么去呢？简单的来说哈，就是一群信徒，记得是基督徒，是一群信徒经常聚会。聚会干啥呢？敬拜上帝，学习真道，广传福音，并且彼此建立，这就是教会最简单的。一群信徒经常的聚会，敬拜神，学习真理，广传福音，彼此的建立，这就是教会。那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教会的成熟的标准，也或者说这个教会的身量是你是去怎么去衡量的呢？我们先看几段经文，请现在首先打开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啊，保罗说如今长存的，他讲到属灵的恩赐啊，这个有三个东西，保罗说有三个东西，信、望、爱。好，第二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三到六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三到六节。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为听见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那给你们存留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这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的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请大家注意啊，保罗在哥罗西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他说我感谢你们，因为他们听到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对众圣徒的爱心，并且给你们的存留在天上的盼望。我们又看到了信、望、爱。好，最后一个也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在哥罗西后边第一章第二跟三两节，保罗说我为你们众人常常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父我们的父我们的我们我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我想大家知道我带大家到了一个什么的一个的看法，怎么去衡量一个教会的成熟的标准，教会的身量是怎么去量度的呢？信、望、爱。请大家一起跟我说，信、望、爱。信是什么？信是这个教会整体对教会的头，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信靠跟仰赖。待会我会再仔细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信是什么呢？是教会对这个教会的头耶稣基督对他的信靠跟仰赖。什么是望呢？望是在真道上的明了跟确定，对永生的这个的期盼，这是盼望。在神的话语上作为我们的根基，因为神的话，我们对这个将来永生的这个的盼望，这是盼望。什么是爱？爱是每一个的地方教会里边
人跟人，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跟教会以外的弟兄姐妹跟神之间必须有的一个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呢？这个关系就是效法主。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说效法主什么意思呢？ To be like Christ， To be like Christ 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这个是一个几乎是同意的一个的词儿。所以呢，教会如果说我们说哎呀我这个教会蛮有爱心的，有神的爱的，这个意思是啥呢？就是在这个教会的里头我们能够有主耶稣基督的爱，信望爱，对教会的头的信靠仰赖，在真道上的明了跟确定，对永生有一个坚决的一个的盼望。爱是在地方教会的里头必须要有的一个的东西，它是润滑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意思就是要效法主。我们有主的生命的人就应该彰显神的爱。好，在这个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是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哈，其实就是刚才这个软尺，它能够告诉一个人的身量哈。这两个问题呢是一个 diagnostic 的 question， 这两个问题呢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了解一下我们教会现在这个属灵的状况。第一个，我为 PCAC 感谢神，因为好，下面那个你去完成，我再说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为到 PCAC， 我为到 PCAC 来感谢神，因为在这个教会了，记得那刚才三个东西哦，信望爱。我为了 PCAC 感谢神，因为在 PCAC 的里头有随便任何一个人，都有啊，都有。感谢主哈，感谢主。大夫呢？我为了 PCAC 而感谢神，因为 PCAC 有完成的，都有哈，都有。太好了，太好了，这都是标准答案。好，那我问第二个问题，这个第二个问题是比较 reflective 一点的哈。我觉得 PCAC 教会缺乏的是啥？你不要回答我啊，你回去把它写下来，然后交给我。那信望爱是能够衡量一个教会的成熟跟一个教会的这个的属灵的程度。好，那我们必须要来看看什么是信心，什么是盼望，什么是爱心。第一个我们来看信心。信心这个词儿啊，在新约的里头用了超过了500多次。这是 Jean Guest 他的这个观察。信心呢是一个态度，是每一个人来到神跟前的一个态度。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这么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人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要有信。所以信是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我们被造的来到真神的面前应该有的态度，就是我们要相信神。以弗所书2章第8到第9节，保罗说仁德就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信的是啥呢？是救恩的一个的这个得到救恩的一个的途，这个途径啊，它是个态度。来到神的面前人必须要有信。救恩呢是因为我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啊，是神的这个的恩典。在希伯来书11章8到40节那里一大段，希伯来的作者我们不知道是谁，有人说是保罗，有的人是巴拿巴，不，这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这本书哈，被铁定是属于神的启示的里头，这是最重要的。里头呢提到在11章8到40节很多次提到某某人因着信，某某人因着信，某某人因着信。这个信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信是在旧约的圣徒他们相信神并且遵从他的律法，行在神旨意的当中。
希伯来的信徒因着信，好，它是一个态度，它是一个得救的凭据，必须要有的条件。他也是听从神的话，顺服走在神旨意的人，得到将来的这个的奖赏。那现在呢，我们必须要问，就是我们在教会的里头，我们怎么看得出这个教会或者是信徒，他们有这种的正确的态度，他们对神有这个的这个信心的这个接纳了这个的救恩，然后呢，他们呢成为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四个方面我们可以测量出来。第一，在崇拜的里头，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二节这样说，我们当存着一个诚实的良心诚心，并且要有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跟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每一次的礼拜天我们能够来这个地方聚会，弟兄姐妹从这个城市的四方八面赶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一同来听神的话，你知道吗？这一个其实是个神迹来的。很多人在礼拜天去打高尔夫，很多的人在礼拜天去踢足球，很多的人在礼拜天去买菜，很多的人在礼拜天去做其他的事，但是你们放弃任何的一切的东西，你甘心乐意的来到这，这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的表现。在崇拜的里头，我们来到神的跟前，这个的行动表现出我们对神的这个的信靠。第二，在我们平常的生活的里头，我们在生活的里头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各种各样的困难，有的时候是经济的困难，有的时候是学问的这个考试的问题，有的时候是拘留的问题，有的时候在工作房里的跟这个老板跟这个同事之间的这个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是跟自己的配偶或者家人或者自己的孩子，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信心的表现是什么呢？存着一个无惧的心来亲近神。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因为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去了我们一切的罪污，并且因着信知道神必定会解救我们，在困难的当中依靠神，凭信心而活。第三，信心在怎么建出来的呢？一个教会或者在信徒在坚忍的当中得见。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仰望我们的信心，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创始成终的主，在艰难的当中仍然的持守着这个信仰。在我来之前的时候，这个我不知道教会的祷告会的情况是啥，那只能够就是说在这个单上啊看到。那我从一些弟兄姐妹听回来的见证，就是说当时的时候人数就少到三四个人，但是感谢主的，当时就是这三四个人坚持。如果你看今天的这个 bulletin， 上一个礼拜三是二十一个人，这个还是不成比例啊，不是，人都去了哪儿？人都去了哪儿？我们应该在困难的当中坚持我们的信仰，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创始成终的主。第四，信心会在我们的行为上得见。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三节，保罗说，因为信心所做成的功夫，这个字是一个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一个人得救是一点，是神的恩典，是神的作为，是神特别的拯救。那个呢，在地位上我们是完全的成圣，但是呢，要记得成圣呢却是一个过程。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信心要有行为。我们是凭信心进入恩典，当我们在恩典的里头，我们要用信心继续做那成圣的工作。保罗说，因为信心所做成的功夫，功夫就是时间啊！你说这个人，哎呀，很有功夫什么？因为他在那一件事上，他做了很多的次，他已经建立一个很稳固的一个的根基。在行为上，可以看得见，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这个第二章十七节的
雅各说，你说你有信心吗？把你的行为给我看到，因为信心如果没有行为的话，是死的。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啊，乃是因为我们信了主得救之后，我们应该有好的行为。所以一个教会好，一个信徒怎么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对神是有信心的？在我们的集体的敬拜的当中，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的里头，怀着一个无惧的一个的信心，我们在艰难的当中，在困难的当中，我们呢能够继续的依靠神。最后呢，是在我们日常生活，这个这瓶水哦，我很感谢一个姐妹，每一次崇拜都给我啊，我谢谢她。这瓶水当我拿到的时候，我自然的什么？我从来没问过他里头有没有撒奶。我这个行动是啥？有没有坐过飞机啊？你坐飞机的时候，当你找到你的座位，然后你坐下来，你会不会叫那个空姐过来？哎，我想接见你的这个机长。空姐说：“为什么？”我要看看他真是有牌照的吗？Is he a fully licensed pilot? 没有。你进来我们教会，你坐在那个椅子上，有谁问，哎，承不承得起我？其实这个问题我应该问呀。没有，我们就坐下来，在日常的生活的里头，我们经常的都是凭信心去过活的。那为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会每一天我们都是用信心去过活？但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应该在仰望相信神的这个的动作的上面，我们要成为世界的见证。好，那什么是望？盼望在教会里头怎么可以认得出来？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打开来看看保罗在这儿有一番话。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十九节开始看，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是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的显大。保罗在这个时候是在家的里头被软禁的时候，所以这封书信呢有一个外号叫监狱书信啊 ，prison epistle。但是保罗在这里头多次的说，他心里头非常的喜乐。他这个喜乐是怎么来的呢？你看看他说，借着你们的祷告，而且耶稣基督的灵的圣灵的帮助。然后呢，叫我始终在困难的里头知道神会拯救我。这个拯救是什么？就是他所盼望的。他所盼望的盼望跟信心是一模一样的，是可以看得见，可以展示出来的。一个教会对主的盼望哈，也反映出这个教会对末后复活跟末后的末世的事情的信心。保罗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刚才其中的一个我们看到了哈，保罗是非常有盼望的。他在公会前为了自己的信仰申辩，他在腓利斯一个巡抚的面前为了自己的信仰去申辩，他在亚布斯的面前另外一个巡抚面前他为自己的信仰去申辩，他在这个亚基帕王面前为自己的信仰去申辩，在罗马人的面前，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他为了自己的信仰申辩，在铁山楼那家教会，铁山楼那家前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他为自己的信仰来辩证，最后他在众教会，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四节，在这儿给我们看到哈，保罗，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这个勇敢呢，
除了他对神的信心以外，他心里头有一个确据，这个确据就是说耶稣基督会再来。所以帖撒罗尼迦的整卷书的信心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有一天会来接我们。这就是我一两个礼拜前提到的教会被提的这个真理，主会再来的。这是当时信徒在困难困苦的当中的盼望来的，他们对主再来的这个信息他们是抓得紧紧的，所以呢，在苦难的当中他们仍然大大的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有那个盼望，盼望是对永生的一个确据，盼望是知道主耶稣基督有一天会回来。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能够在困难的当中，就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的保守。当一个教会对主有盼望，当一个信徒对主有盼望，知道他必会再来的时候，他会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因为如果主不再来的话，我们可以随意的去做，但是知道有一天主会再来。主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信徒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主耶稣基督会按照我们的行为或讲或想赏或罚。有盼望就能够帮助我们持守真道，在信仰上绝不动摇。好，第三我们来看看这个爱。刚才读到哥林多前书十章，这个保罗说，他说其中的有信有望有爱，他说其中的最大的是爱。为什么？因为爱是永恒的，因为爱是直接跟神相通相连的要素。约翰一书四章八节那里说神就是爱。我以前曾经说过这个神是爱这个字是很特别的，他这个动词呢，希伯来的那个他不告诉你谁是那个 subject 的，那你要看那个 context 那这句话呢 God is love 这个叫 transitive word。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反过来也是对的所以呢大家看看神是爱，反过来也是对的爱是神。 transitive word 它是 reciprocal 的，你把这里换来换去所以呢神是爱，爱是神。什么意思呢？爱是神的特性的其中的一个，我们叫 attributes of God。 爱是神的特性的里头，是他的本质的里头的其中的一环。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既然口称为主，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是效法主的人，我们必须要彰显神的爱。这个爱在我们平常生活的里头最能够容易看得见的，就是父母对孩子的那种的完全的接纳。有哪一个父母，哎呀，这个尿片太臭了，这个给你换尿布，这个太麻烦了，把 baby 丢走了吧？没有一个父母会这样做。另外一个可以看到的，就是在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我当然我知道世界的人就是，曾经有人跟我说，他说，太太就跟那个电影院的首轮过去了，又换另外一个。他太太就这样可以随便换，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行为。爱是一生一世的一夫一妻的，有始有终的。还记得你的婚约吗？忘记了。你还记得无论贫富生与死患难疾病，我都一生的爱你。那这一个呢，重申誓言呢，我们明年2月14号情人节的那个周日，我们会来办。我们要重新对我们的配偶再讲一次。而且当我们起初讲的时候，我们孩子不在，是不是？现在让我们的孩子看到爸爸怎么爱妈妈，妈妈怎么愿意委身给爸爸。是个很好的 exercise， 我们叫 renewed of vows。
我在夫妻的里头，我就有很大的这个体会。你说你爱一个人，说多么的容易啊，但是到实际生活的时候，我告诉你就不容易了。谁买菜？谁煮饭？吃完饭谁洗碗？谁去倒垃圾？很不容易。我也在学，我也在学。不过在过去这两个礼拜，我算是蛮自由的。爱是什么？爱是个行动。爱是什么？不是在舌头上。爱是什么？你要为对方去牺牲。你记着我这句话。我很喜欢一个人呢，他叫这个Dr. Haley。这个 Haley 呢写了一本书叫 His Needs, Her Needs 啊，他的需要，男的需要，女的需要。那本书他讲了一句话，哎呀，我到今天我都非常的受用。他说在婚姻的里头，你不是去玩弄啊，或者是说控制，这个他这个原文在叫 manipulate。婚姻的里头不是 manipulate， 婚姻呢是服侍，是 minister。 你记住我这句话，婚姻是为对方的前提去着想，你要找机会去服侍他，然后呢你要用多方的去保护，去爱护他，常常的让他，特别是我们男人，我们男人，我们要让我们的太太在我们的旁边有那种安全感，有那种 security， 那安全感。爱是最大的，是永恒的，是与神相连接的，神就是爱。那在新约的里头哈，有很多的提醒，我只是很快的构筑一下。新约的里头提到爱哈，圣经叫我们爱仇敌，圣经叫我们爱别人，爱人如己。圣经叫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圣经提醒我们要追求爱，圣经也提醒我们凡做一切都要凭爱心去做，圣经也告诉我们在教会的里就用爱心的彼此的服侍，更要用爱心的互相的宽恕。以弗所书五章二节叫我们用爱心去行事，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要我们用爱心去说诚实话，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七节叫我们去追求仁爱，希伯来书十章第二十四节叫我们激发爱心，彼此激发爱心。彼得前书十章八节叫我们切实的相爱，在主里头切实的相爱。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相爱不单单只是在舌头上，要在行动上。那如果你心里都问，那究竟爱是什么呢？感谢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爱的真谛，那里其实就是神的一个的简单的一个的描述。有了这个爱的概念哈，那现在呢，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一个教会是有爱的？第一，有爱的教会会带来合一，一个合一的教会是充满爱的教会。第二，一个教会有爱的时候呢，能够证实神的话是真的，证实真理，证实真道是真的。所以一个爱的教会是验证神话语的真实的一个教会。第三，一个有爱的教会呢，是能够渐渐的建立基督身体的教会。如果没有爱的话，神的这个的身体的这个完美整合合一就不可能。一个有爱的教会是渐渐把基督的身体给建立。第五，一个有爱的教会能够得到那些世上的人。你看看新约的教会，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原因是啥？因为他们天天的在家里头，在店里头共同的来敬拜，来守主餐。何等的盼望我们教会是有合一，能够
验证神的话的真实，然后呢，建立基督的身体，得到实上的人。好，让我做一个结论。成熟教会的产生，也就是说一个有基督身量的教会呢，第一会尽心竭力地学习神的话。为什么呢？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上面，不是感觉的上面。要建立神的话呢，弟兄姐妹呢必须要注意，教会的所有的教导的事工都是要帮助你能够在你的信仰上，在你的真理上能够建立好。所以呢，主日学小组一些的特训是你能够学到的时候，所以呢争取机会。第二，要长成基督的身量的教会，我们必须要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这个关系怎么建立起来呢？是在你个人的祷告跟教会的祷告里头。只有齐心祷告，同心赞美，才能够与神与人有好的关系。最后，怎么能够充满爱心，在教会里头互相扶持呢？就是满有盼望的期待主的来，并且能够把这一个的我们所信的真理能够传扬出去。这个是在传福音的上面能够表现出来，像未信的世人，然后呢，在他们的当中成为一个有力的见证。 Well, there you go. 怎么去衡量？ How do you measure the maturity of a church? 你怎么去衡量一个教会的成熟？信、望、爱，最重要的要素。金盖斯教会啊，他当时的时候离开了这个 Dallas 的 Fellowship Bible Church， 他就到了 Plano， 在 Lexington 那个地方，他建立了一个教会，叫 Fellowship Bible Church North、哦、现在是卖给一个韩国教会。如果你有机会、哦、到这个韩国教会，现在那个还，他那个 Sanctuary 上面呢，他有一个、这个 Stained Glass、哦、一个圆圈，一个 Stained Glass。 如果你注意的话，他那个教堂没有十字架，但是他那个教堂就有那个 stained glass， stained glass 上面就是这三个字： faith, hope, and love。 这是一个教会必须要有的表征。盼望神帮助我们、哦、这个教会是充满信心的，满有盼望的，并且大有爱心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邀请弟兄姐妹，你现在在你的心里、哦、向神来祈求，盼望主帮助我们教会是一个有信有望有爱的教会。你现在在心里头就向神祷告，求主帮助 PCAC 朝着这三方面去，以至到我们能够在这个地区成为一个金灯台。主啊，我深信你已经听到弟兄姐妹对你的祷告，对你的呼喊，真是求你帮助我们众人。圣经的真理是多么的正确，我们今天了解到，我们要充满了信心，大有的盼望，并且在爱神、爱人、爱弟兄姐妹，我们要多多的操练，给我们有个宽恕的心。愿你兴旺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祷告乃是奉耶稣的名，阿门。